这个逻辑啊，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，但不外乎一按部就班来看。第一个的话，当然怎么样，你列出那个剪刀石头布这几种可能，就是说我要需要拆的部分，那也是一样哦。第一个，我们就是建一个 list， 这个 list 哈、啊，剪刀石头布。那为了说呢哈、啊，避免什么呢？又要什么零一二啦这种剪刀石头布零一二，然后呢，你又要再把它加一。为了避免这种常常以前写程式最头痛的这个，常常到底这边要加一还是那边要加一，常常加错，那加错你程式就有 bug，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，这一招真的要学起来，这一招是我后来想到，这样加完之后管它，两边就 match 了，反正呢，不过它的缺点是说它会浪费一个空间，那这个空间顶多是一个 byte 吧。一个 byte 多么小啊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哈、哦。但是对于程式的撰写顺畅度会增加许多、哦。所以有的时候啦，其实我觉得啦，尽量你要慢慢想一个方法，让你的程式写得很流畅，自己又好记、哦。这种方法其实一定要学起来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再来就去跑一个无穷回圈。那这个无穷回圈要做什么？就是让那个使用者输入剪刀石头布，那我本来是用那个什么，让他剪刀石头布用字串比对，后来我发现干嘛字串比对麻烦，干脆直接用什么，用那个他输入123就好，1234。那所以哈、哦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下一个部分就是电脑出题，我让电脑 range 里面呢出123之中其中出一个，所以我用 random range。1到3之间帮我出一个，所以呢，他也许他假设了哈 ，random 里面他出了什么呢？刚刚布嘛哈，有没有他出布？所以他应该 random 的结果哈，他这个里面的话是3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结果出现3之后的话，他就存起来。那这个时候的话换我出了，所以呢，接下来的话哈，你出什么？那我就输入这个讯息让使用者知道说啊。假如啊，所以我这个时候呢，我输入的是一，那一的话呢，当然一定是一个字串，所以刚刚有同学漏掉了，这个一定要 int 转过来变一了，那它是3，我是一，可是问题来了，要怎么比对，要怎么样让结果可以显示的正确哈、所以呢，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？当然我就做逻辑判断，所以他输入什么，我输入什么，对哈，那再来就做逻辑判断喽 ，if。所以哈、特别注意，我第一个逻辑是防呆，因为如果1到4，假如说它输入不是1到4之间，可能输入0、输入5，这些都不对，所以你输入错误了哦。OK， 再来第二个逻辑是，如果它等于4的话，那我要做什么？不过刚刚好像同学哈、因为 VBA 打习惯了，所以常常怎么样打一个等号哦，有没有？所以就错了，一定要打两个的。如果等于4的话呢，那当然就是跳。退出游戏退出，然后 break 掉 ，OK， 那再来还有什么呢？接下来的话 ，else if 还有就是三种情况，要不就是我跟他，就是要不就是我赢，要不就是我输，要不就是平手，所以后面有三种逻辑啊，这三种逻辑其实我看了蛮多本书都有提到写法，不过一本写的比一本还复杂。后来我想了一个也是一样，我自己把它再写的比较精简，所以呢，我就把那种这三种可能性平手，我干脆用平手全部列出来，中间用或偶尔，那什么时情况下会是平手？就是我是一，他也是一，我是二，他也是二，我是三，他也是三，所以我的写法 else if 如果呢两个 match 相等的话。那表示什么呢？我平手 ，OK， 所以这种写法最简单。电脑出什么，平手哦，显示出来。那但是我最后不能说我今天显示是它出3，那我就说3，出3，所以还是最后一样啊，再去串列里面把3调过来，电脑出不平手，要显示出来，所以再去串列里面。那第二种情况是我赢了，什么情况是我赢呢？就是当我出剪刀，他出什么？他出布嘛。那我如果出石头，他出剪刀；如果我出布，他出石头了。所以你要列出这种可能性哦。
啊，所以我这种可能性呢 ，else if 我赢的情况哦，就是如果什么呢，我出那个石头的时候，他刚好出剪刀，我要把它列出来。那如果我出剪刀，他出布，有没有啊？如果或者是说呢，我出布，他出石头，哎，这个我想出来了，好、哦，方法很多啦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想。这三种情况是我赢的，会不会有第四种？不会了嘛，剪刀手就三种，所以只有三种可能性、哦、好，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就显示什么？哎，我赢的，电脑出什么？他出布嘛，那我就是我出剪刀，我赢的、哦、你赢的啦、哦、然后再来的话呢，最后一种就是什么情况我输了？那、啊、当然颠倒过来，就是我出剪刀，他出石头。我出石头，他出布，所以一样，我把它列出来，列出那三种，然后呢，把它中间加一个偶做逻辑判断，哎，这样的话不就简单多了 ？OK， 而且也比较易于阅读了哦。程式其实还，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说，你还是要写出来之后，自己看简单，别人看也简单，这种就是很好的程式哦。OK， 那这样的话呢，程式写完之后应该就结束了，哎，就这样而已哦。哦、剪刀石头布程式就写完了，好 ，OK， 所以、哦、再我把它再 run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执行、然后我就出多少？我出剪刀石头，我出石头 ，Enter， 好、哦，哎，他又出剪刀，他故意放水嘛，哦、我又赢了、哦，然后如果出布 ，Enter， 他会再，哎，我又赢了、哦，所以这实在是，哦是故意的吗？我出剪刀，他该又不会出布吧？哎，平手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哈、哦，表示说这个游戏是可以，是 OK 的，不是说里面做假的哈、哦、OK， 有些可能是做假的，没有哈、哦、啊。不过呢，这游戏哈、哦、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，什么呢？一样嘛，但你赢几次，电脑赢几次，你要抗什么？不过我是没有加啦，那请各位自己再加，因为这游戏。还有可以让它更啊，另外的话呢，也许计算那个时间，时间我觉得这一题好像没有特别需要哈、哦，啊前面可能有一些题可能可以需要加时间，那、啊、至于时间就 import 一个 time 啦，哦那部分你可以再去增加这个功能哦，那把它结束游戏，哎不，我先输入五看看，哎有没有错误？它会告诉你不行，四 enter 啊、哦、表示 OK 了。那请各位哈、哦、试一下，把这个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哈、哦、再试着做做看哈、哦。这一题其实也是把前面的那个 random 哈、哦、加上一个回圈，然后并且就是可以把那个剪刀石头布游戏哈、哦、再做出那个我们玩的这种哈、哦。那其实这一题另外也可以改成什么？只能剪刀石头十次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就用 for 回圈，然后去计算说这十次当中，你最后是赢还是输？哇，这样我不就比较公平？不要一次定胜负，就是你十次看十次谁的赢的次数比较多，哦，来决定说到底谁输谁赢。OK 哈、哦，这个其实呢可以哈、哦，再利用刚刚讲的部分哦，试试看哦。啊、最好是、哦、不要照抄，可以如果可以的话，自己从头到尾自己打过一遍，想过一遍，然后会是更好、哦